嗨，是我这个五股环境优化的消息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在德英休闲广场这一边，在经过这个当地的里长洪金龙向公所提议之后呢，在步道上面装设了新型彩色拱门，光彩亮丽的造型洋溢着温馨浪漫的感觉，相信呢一定会成为地方上新的打卡景点。五股德英休闲广场自向军方争取辟建公园后，每天都有许多民众到这里运动散步。为能提供给居民更好的休闲环境，德英里长洪金龙向公所提议，在步道上装设新型彩色拱门，增添公园亮点。公所在德英休闲广场，根据里长的建议的 idea， 我们制作了一个爱心型的这个步道总共有七种颜色。新型的拱门依照彩虹的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依序排开，在公园许多绿树中相当亮眼美观。红色拱门上还有一个 Love 的字样，洋溢着温馨浪漫的感觉。造型新型的这个步道非常的亮丽啊，跟我们的这个德英收托场所非常的搭。那希望民众常常来使用，成为我们地方新的打卡景点。经介科长陈志胜表示，很感谢洪金龙里长的提议与协助，让新型的拱门顺利完成。光彩亮丽的造型将会成为地方上的新打卡圣地。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五股采访报道。